大众推出甲壳虫复活计划，帮助旧车变成电动车。近日，大众推出了一个老爷车复活计划。根据 The Verge 的报道，大众在9月5日对外宣布与德国公司 E-Classics 合作，推出大众甲壳虫 Beetle 汽车的改造套件，让旧车能够复活成电动车继续使用。 The Verge 也在报道中提到，甲壳虫复活套件推出后，大众也有复活其他经典车型的意愿。透过这个计划，车主能够购买到经典车型的转换套件，让 Aston 经典车型复活成电动车。阿斯顿马丁 Heritage EV 计划推出后，捷豹也对外宣布推出用上了 EV iPace 技术的套件，实现经典车型复活的目标。